衣服都穿好了，然后里面我的背心都穿好了、点菜，咖喱面包机，这是我第一顿的，我吃不了多少。二十分。这个好像是它的这个特色。吃啥呢？吃啥呢？我在看呢。点菜，你要饭不？你要吧。那还有炒饭啥的，搞点四季豆吧，吃点清淡的，咱们要吃清淡的。萝卜蛋，炖蛋，你好，欢迎到大厨来，欢迎到大厨来。你好，这是几位呢？我茄子。那点餐这菜不多呀，第一次来这个餐厅吃。左边红路怎么了？这个鱼要不要？哎，不行，我好像又要少吃鱼啥的。乳鸽应该可以的，搞个乳鸽吧。哎，你看看，你要吃啥？哎呦，听说没笑。我的睫毛好长哦，哎，我今天换了一种睫毛，这个睫毛好看不？说叫做狐系睫毛，是不是像个小狐狸？就是它中间不长，它的边边挺长的，来看不？好久没播游戏了，过两天就播。然后给大家宣布一个事情哦，我就是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，可能会去到，哎，哪里来着？山西，山西，山西在哪里呀、啊？有个城市啊。这个时候我去四川，四川在哪里嘞？对，反正会去山西，有一个比赛，我会去解说加表演唱歌。哎，他们这太远了，是太远吗？啊，你都猜到了。然后，去完之后还要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，然后在下旬我们就可能要去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开启我们的户外直播唱歌喽！期待不？我终于要户外唱歌了。哎，是太原，是太原。你们知道那个活动啊？山西太原晋阳里。山西太原晋阳里。大家都过来看看。可以说了不啊？现在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王者荣耀的一个比赛。是山西的总决赛，然后邀请我去，解说加表演，到时候会给大家直播哟。你们到时候可以来，到时候会唱我的歌曲。这个、眼睛大的太需要啊，不需要了。眼睛，我这个睫毛好不好看？我感觉还挺好看的，是不是挺上劲儿的？我上场呀，上场，比赛就不比赛了。他说我是山寨的，我不是山寨的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我把这个妆弄搞了。哎，我把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我把这个美颜关了好不好？我感觉我把这个关了的话，应该也挺好看。这个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它这个光感觉还行。看到我今天的妆容，我觉得这个睫毛真的很好看哎，我喜欢它最后这个。六月可以，就是这儿是吧？另外一种在哪里吗？有没有？我待会儿六点准备去运动一下。
没有装备都穿好了。那我们吃完就过去，好吧？行行行，我的运动已经约好了，我的运动已经约好了，待会儿六点钟要去那个开启我的一个室内蹦极运动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要不然那晚点，刚吃完饭去蹦。去四点半吃完，五点半过去，六点半嘛，好吧，六点半我觉得差不多。六点半去那个室内蹦极，给你们直播室内蹦极了，开始。我的衣服都穿得很好了，我今天穿了那个紧身衣，专门就是运动用的衣服。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今天看我吃，还没开始吃呢。这是我的第一顿呢。